均配跟平衡，知道你俩这个案例。好，请跳到下一页。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选择像这样子的个案哈。那在我们这边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早所讲的事情是想跟各位介绍一下说，到底什么叫做伦理？对我们来讲说，伦理是一种对于对跟错的一些态度跟决策的一个选择，那是一种个人的态度，才会展现到我们的一个行为上面。那过往当中，一般的人来讲，对不同的事情，他会使用不太一样的方式来评估一下说，什么是我该做的，或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所以我会使用到，例如像是哈，绝对道德主义、功利主义、知书原则等等，像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则来判断一下说什么是叫做对，什么是叫做错。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议题当中挪到了下一个问题。讨论完所谓的什么叫对错之后，现在问题出来了，对于企业来讲，什么叫做对跟错呢？所以我们提出了两种不大一样的整个思考点。第一种是来自于偏向的一个 shareholder view， 经济学式的 shareholder view 这样子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会认为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最主要的目的，存在的最主要的价值或者唯一的价值，就是想办法赚钱，赚钱之后给股东。但是我们说的事情是说，这样子的想法可能并不见得是最好的想法，所以有人提出来另外一种观点，叫做 stakeholders view。在 stakeholders view 的形式下的时候，是像企业它本身作为一个所谓社会成员的时候，我可能所要顾及的，并不是说我不择手段的赚钱是有尺度的，这个尺度是在于一，我在合法的情形之下，以及说二，我在所谓的一个可以符合到一切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公平的形式下的时候，我们所被期许的一些伦理上面的责任。而在伦理的责任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不同的一些 stakeholder， 那我们需要想办法平衡一下说，我该怎么照顾这些 stakeholder 的利益，以及说这些所谓的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来讲，到底该由谁来进行，什么样的东西也算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会把焦点移到下一个问题了。既然我们知道了企业社会责任指的事情是说，我们要平衡到、布局到各种不同的一些利益关系人的一些期许，试图的找到一条路，是让他们大家能够尽量都满意的情形之下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之下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所以这礼拜当中提出来两个案例，都是在讨论我们该怎么样平衡，所谓的一个利害关系人他们的一些利益之下的一个决策。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想让各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来自于说是。对于一家企业来讲的时候，通常而言，碰到的一个挣扎是来自于说，我要怎么样子来平衡我们对于员工的一个责任，对于顾客的责任，还有对于所谓的一个社会责任。以及第二点，在一个所谓的跨国企业角度的情况下，请记住，我们在第三和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说，伦理准则可能会随着地方不同，可能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平衡呢？虽然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个案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稍微平衡一下这部分的一些观点。好，在讲完这个个案的一个目的之后，我想开始回顾一下个案当中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来，谁可以帮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说，说这个个案主要是在讲什么事情？怎么样？投资公司？
为什么？是因为不管社会很变迁，还是因为这样子投资公司可能是跟一般的投资公司会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想要扶持农业。扶持农业，好。没有夸扶持农业，他觉得对着 IP 放的啊。还有什么重大特色是你觉得？环境、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所以他想，所以在这情形之下的时候，他的投资标的基本上选择的是像，可以帮助一个地方当中它的环境可能变对改，环保部分可以顾及到，并且让社会可以变得更加的一些自给自足，然后并且也可以帮助在地的人，这个公司本身来讲获得一些利益所成立的一个叫做 social impact， 叫做社会影响力的基金这样子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在哪边的？啊？这家公司本来在哪边？在规范。个案写在哪边？在规范是在坦桑尼亚吗？美国吧，芝加哥。好，先到美国。我确认是美国，应该没有错的。纽约，好，它的主管 BP 在纽约，对不对？好，那如果公司在纽约的话，这个主角干嘛开去坦桑尼亚？就是要慢慢评估那个放款的风险，到底查核过吗？
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我想评估一下说这些公司的一些获奖信之类的状况。好，那经纪人怎么过来的？他怎么来到台上的呀？好，他坐飞机过来。他应该坐飞机应该没错啦，是游泳过来。没事。他用什么身份进来？实习生。他用什么身份进来台上的呀？他用什么身份进到坦桑尼亚？旅游签证，免签的旅游签证。好，如果我今天来上班的话，来做商务的话，我应该是有什么签证？工作签证。可是他是旅游签证，所以这上面来讲怪怪的，有个怪怪的地方出现了。好 ，Anyway， 他过来之后，他适应了好不好？他刚来的时候他不开心。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没水没电 ，OK， 日好日子过惯，还有呢？还有什么？啊？什么？收费的应该都可以检查。OK， 所以这个地方会收钱，然后美国的警察不收钱，就按认知来讲，所以他整个生活上面好像不是很顺畅，对不对？好，那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先跑去找了拜访了他的那个公司，对不对？那个 Kira 那家公司，拜访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他问关系啊。哦，关系怎么样的好法可以告诉我一下？就对他们好。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孩子照顾。是 ，OK， 好，还有呢？哦，还介绍给他用。好。那这样看起来双方感情不错，对不对？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两难？他的 boss 跟他说公司有问题，因为不能那么轻易相信他们那边讲的话。哦，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重大问题发生？就是他如果让科技公司的贷款通过的话，那可能会对他本身的公司产生威胁。为什么会对他本身的公司产生？就是他有一些没有合格的地方。什么叫没有合格的地方？就是送检嘛，他的那个作物产品送检。送给谁做检验？送给谁？是 TFC 还是 DCA？ 哦 ，DCA。好 ，DCA 是干什么的？检验。检验他的产品是不是合标，是不是？好，那结果 DCA 的检验报告出来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说有问题，那这个爸爸知不知道 PCA 说他东西有问题？对，爸爸怎么讲？他说他想要下钱，可能是想要收。对爸爸来讲，他觉得我的东西其实没有问题，这只是一种要骗钱的手段。那你都被警察收过钱了，你相不相信爸爸讲的话？会相信，就是好。那后来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又出现？还有这边看电梯，电梯说他什么问题？哦，好，那 TFC 刚开始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 TFC 这个事情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寄信给托尼，然后如果没有合格，他们有权可以罚款或者是。OK， 那个谁，那个这个天地给他做了什么事情？回报公司，回报公司这个事情。好，然后再来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去那个公司的老板带他去。合作的农场，对，然后就他就发现有一些情况是可能会造成对大家负担。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流传一些无菌耕种，然后可能是造成大肠杆菌的非常有可能性的那个耕种方式。好，在这里面的讲法之一是说，你要把那个麦子拿过来之后，要把麦穗弄下来，对不对？那怎么把麦穗弄下来呢？因为他们本身坦桑尼亚他们本身的一个科技的什么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就用人工的方式来做。你要把那个稻穗打，就是把那个麦穗打下来的时候，需要有比较硬，又不会太硬的地方把它打下来。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把牛的粪便跟那个一般的泥土不能混在一起，让它变成足够坚硬又不会太坚硬的状况之下，使它可以被打下来。然后很不幸的事情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当中发现的事情是说，大肠杆菌就是跟牛的粪便的接触是有相当好的关系。
造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了他的作物是有大肠杆菌的吗？肯定还不肯定？为什么不肯定？他还是有送新的检验去，可是他四个礼拜之后一定是有关系。是，所以他其实也不肯定这个东西。好，那所以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说什么？他现在决定他是要回报贷款，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做个简单的一个表情看看。如果你是这一个 pig 的话，你看到下一页。如果你是这个 pig 的话，你会建议你的主管 Alan 核发贷款的人建你 ID。如果你是 pig， 你不会建，你会建议你的主管不要核发贷款的人建你按二。现在开始。一是核发贷款，二是不要核发贷款。就是这个放的，这个基金，这个基金啊，对，然后。
他，如果我是这个机构，我是说我以我来讲，我是机构的话，我觉得说我应该跟他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在一起。刚开始，因为他毕竟有资金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长久的，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好的，可以让他有个借贷的那个环境的话，我觉得你也不能让他倒，你也不能造就。就你刚刚的论述来讲，你觉得贷款给这个 Kira 这家公司来讲，你觉得是为了保费用你的一个什么责任？是你的经济责任吗？因为本身有一个我觉得都会的空间，还是来自于是法律上要求你一定要给他，还是因为你觉得有伦理的责任或慈善的责任？我觉得有伦理跟经济的责任，因为你经济，如果你现在没有借到，他可能就倒了，倒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再借贷，你也没有办法赚钱。外面有那么多出钱的人，对不对？感觉到了，可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厂，这是一个合作的公司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几家合作，没有签下去。负责任。等一下，来再找一个，还有谁？是学的 OK 的。OK， 因为其实，我觉得赞成刚才国军所说，就是有条件的去。我也完全没有反对哦，对，我只没有反对哦。那因为他们如果要改善的话，他们必须要有资金才能够改善。我想这些农民他们也是想要去改善，只是说他们没有资金，所以他们才需要去寻求的。所以你建立一个前提是他们想改善，是或者说他们也有机会去改善这些情况。好，那然后另外一个条件是。就是一个情感的东西，我想大家应该都讲客观面，但其实主观面来讲，我们说有关系没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所以谁跟谁的情感呢？就是这个主角跟这个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他们建立一个信任。所以我想这很难去完全规避掉、避免掉这样的情感连接。所以他一定也从因为这样建立在这个情感上，想要去把这些东西让他再去，然后进而发挥这个效果。面向该要那个叫什么？向该要那个研究所推荐好。然后中山大学有一些系管系的人来申请推荐，那你知道这些做委员的，我有都教过他们，我跟他们有情感连接，我是不是应该优先录取这些人？你觉得？我觉得这反而是建立在你对他的了解上面，然后进而比如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去。适合继续往在本科系上继续再进行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中山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本科系继续往上面，但是就是会有一个障碍，所以这还是中山毕业，我把东西拿这样合适吗？我应该让这些人有，因为我跟他情感连接比较强，把他带进来，你觉得这样的决策对不对？我觉得当然是要综合评估，但所以如果就你刚刚那样讲的时候，你今天讲情感连接来做推论。而你说在评估那个关系的时候，不跟他情感连接，这两个不就矛盾？应该说带进，还是说情感连接那个部分可能会造成就 crowd 的我的一个专业的判断。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疑虑，但是我想这当然是要考量这家公司。很难斟酌，对，其实你很难斟酌。一方面来讲，你觉得有关系，我应该比较好一点。是你做完之后，你会担心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关系很好，所以你才这样子。所以，例如像你看证人或者像这样子，我某人谁的小孩子，所以就可以，你就有像这样子顾虑在那边，会影响到那个决策。我觉得是更愿意去帮他争取下一个去向可能的突破方式。好，我们来问一下。刚刚问到，如反对的人谁可以分享一下一点吗？就是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如果他的产品真的有大涨幅度的话，那我们去当时给他融资的话，那这批嘛可能会把他产品卖给数十万、数百万。所以这些消费者怎么办？就等于是把这些消费者是一个社会风险。那这样子应该不是他们惯想要的那种形式。是。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很好，来，刚赞成的人怎么回应这一题？我觉得这个他拿到资金之后，他就有机会去改善。那这个过程，这支撑改善的话，那反而是可以正向的去影响。是，好，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不能改善面试，是
风险的农业，就是这个公司啊，其实它本来就不应该受到这影响，得到改善的机会。为什么？以前应该说，哪条法律禁止我贷款给家公司来？就是刚才评估，评估公司是否花了白拿到这一百块，应该会有很多准则。那其中我认为，可是那些准则来讲是法律规定的，还是我自己定的？公司自己就有规定啊，他公司自己规定的话就不算法律的部分了。对，就是如果是公司法规，就是公司自己的规定而言，他就不会拿到这笔钱。他这笔钱应该是要给真正符合那些条件的。是我们公司就希望能够帮助一些企业，像一些企业来讲，可以让他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活。然后你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这贷款不下来的话 ，Kira 就不能够就没有钱去跟后面的 Supplier 来买那些面粉，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一堆这些农场，他们好不容易把小麦种出来了，种完之后，哇，你不买，那我怎么办？你都吃不完。那如果是要站在要改善的这个角度，他应该更早之前就应该透揭露这些。对啊，你之前我单子都跟你讲，我有收到这个东西，我没有骗你耶。我跟你讲，我收到这个东西，你还跟我说没关系耶？为什么到后来你要告诉我说是有问题的？我说他有感觉这种事情，而且。更早前就要跟他说了。你们公司当年以来，我们这边做过丢地的准则啊，你怎么都没有发现？所以你是要告诉我说，因为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惩罚的事情，让我觉得我们钱快拿到了，再告诉我说你做错了，惩罚我，这样子会不会官威太大了一些？那也怪怪的，对不对？觉得有点怪，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今天老师有问题的是不是？今天你告诉我说是，你是说你有大肠杆菌这个事情，你没有事先告诉我，对不起。我也告诉你经纪人说，我们最近收到了 TCA 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并且在我们在这个过来之前，我们已经做过了 DOD 的诊治。做实际查核的时候当中来讲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到这个部分？也是说你没有发现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些并没有经过所谓的一个TFC 的一个许可。这些事情当中都是应该在实际查核的过程当中，或者我跟你讲的时候就应该要做处理。你那时候不处理，现在告诉我说对不起犯规了啊？之前你是都不觉得这是犯规，现在突然说是我犯规，那是你之前没有做好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要修改合约的条件，就不会是原本说我要赞助你，我要贷款你那些钱，就变。现在有一些缺失你要改善，我可以给你一些钱，但是我也才把钱带给我来，你去修，你去把你不好的地方修改掉，那之后看怎么样，我再来谈。好，好，来哦，你们觉得再来问第二个问题，就刚才的整个的论述角度来讲的时候，听到两种东西说，一种说法认为说该贷款的人。他们只要主张是来自于说 ，even 来自于 social impact 的这样子来的，我们觉得该援助他们，以及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的话，对不起，这家公司的员工可能会受损，这家公司后面的一些 supply， 他们的这些 fund 可能会受损。但是如果做下去之后，很抱歉，我们就把这些消费者给置于在一个所谓的一个风险之下喽。所以这样子来做的时候。我先不管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或者一个对于我们的股东当中的一个评估来看的时候，我先假设至少我们股东是希望我们多做一点所谓的一个，比如说 impact 的东西，而且立项什么基金，所以 with the social purpose 这个部分是在，但是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绕符合到我们叫 social purpose 这个地方来讲，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好，所以才碰到像这样子的难题，那新的问题出来了。你们觉得为什么 Fintech 在这个情形之下会觉得这个决策很难做？因为找新的情感跟中间的关系。情感？因为他跟他的客户感情太好，就他朋友在，就他们他跟他朋友，他朋友说，如果你这个状况发生，那个花还会是我。
毕业学行销学的，他会想选要上行销课。行销影片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跟客户之间良好的关系。会。那现在建立人很良好的关系，为什么你又说我错了？是课本说错了，还是你刚刚讲错了？
所以你要跟他到处敲门说，哎、欸，这个房子有。我完全没有身份跟他做啊，我是一个死光光客，
我跟这家公司来讲，完全不能够，完全不能够让他知道说我是有合法的关系的。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违法。所以他自己现在的违法的活动，也限缩到了他自己身上的一个角色，进而造成的使得他说他不能够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那听这个在这过程当中，他自己可能碰到某个问题。好，那如果我们在大家知道经纪人怎么让自己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就要问到下一个问题。对于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讲，手上可以决定大笔的贷款，可以影响到一家60名的公司能不能拿到钱，能不能拿到贷款，并且影响到后面的一堆这些所谓的一个这些协力的补充产会不会可以得到收获？会不会他有些不想权利在手上？权利不想学习。好，你们觉得这个权利合理吗？不合理。可是他真的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权利？是被权利所控制。他的专业是 NBA， 然后结合工程师，然后不会。OK， 所以你觉得，因为他有专业，所以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合理的状况。就蛮扯的，他才刚到公司也没几天，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么大。我是 MBA 耶，而且我是全球最好的 MBA 毕业。是啊，我们是你们这种什么台湾前三名而已。那他以前跟职场，是学机械的、啊，所以我就想说，你以前学什么的？我运输的。是我的唱腔，别人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训练一下吧。他就直接就出来了，他没有受过很多公司内部的训练，就他受过 MBA 的训练而已。而且你觉得我们没有招什么公司，所以就没用。而且你觉得我们招的够多人出来，绝对没问题。而且你们都很喜欢当口哨的。就是说做案子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说我们找家公司来帮他扫等一下，我来教他怎么样把公司盖得更好。你们不会想告诉我这个事情，所以这权力真的过大吗？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两个状况下的一些，第一个是如果就这个人来说，有可能就像我刚才说，他身为一个知名 MBA 的学生，所以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而且刚出社会或者是还在学校出来实习，会有一个热情跟理想，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再來就是因为有可能，我觉得要看这个公司，他会把这种大权力交给实习生，然后外派到海外去，有可能是长期就过去的经验，这间公司在这种非洲的地方，事实上它的管理跟就是那些流程并没有那么严谨，然后就是抱持过去的经验，觉得好像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再结合这个实习生，他就觉得认为他有能力，因为看了他的履历等等，然后再加上过去的经验，他觉得在非洲这地方，只要差不多，有可能就可以把里面 handle 住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他哪里 handle 不住的？对面那样的专业地方哪里？对，我没有说他不想，他认为他可以，所以他就排下去，然后就是这个情况下才会把这么大的权力让给这个实习生让他去。我换一种问法，你们会觉得听 TV 有太大的权力的，你会选下去？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人，两个人太大，好，觉得他的权利是恰如其分的人都会取下去。好，很好。那我顺便带个另外的话题哈，你们在座各位有去实习的人会不会取下去？好，你们去实习的经验让你觉得说你是在那边怎么讲？堂堂 MBA 叫我在那边做杂事，觉得很圈叉，受委屈的人会不会取下去？不用这样觉得，因为我在带大学部的时候，我们大学生常会告诉我说，我觉得我在那边，我常常他们的用我的用我不了专门的写的讲法叫做
所以你觉得会有就职后面的问题出现？对，而且就是你刚进来公司只是还不到两个月，你对我们的企业的名片不是那么了解，马上就给你一个答案，是不是不太合适？那认为这个工作不会太过分，差不多的人，对于刚同学的意见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天他在正案里面最主要的工作是因为他今天是一个实习生，今天把他丢到他那边，他可以最快了解市场面这些顾客他的实际状况运作是怎么样，他其实不是要去决定这个案子的走向，而是只是交付给他的主管给他的有关他自己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他认为的想法是什么，对，他其实他不一定会左右这个案子成功与否，但是他是一个提供建议者、资讯收集者的角色。对，因为他可能跟原本公司的人，原本公司可能已经做的这些人，可能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他们会有这个公司所给予他们的成见。但是这个人对，其实很多 MBA 学员去实习，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有新想法，然后是一个可以从新的角度切入的，所以他们会更希望他去这个新，这个他们可能已经有实际经验的市场去看更多的东西，说明他们没有看到东西带回去。你的回应呢？刚才也是举例啊，过过分，但你觉得这样子吗？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来这边太偏颇，那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这种像这种专案，我觉得至少也要那种团队合作，以团队来看这件事情。像如果只有一个人来去那边，然后也是一个人去观察，一个人去看。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那个人说我。评估冰岛那个东西，我透了就好。人家是 professor， 为什么这个人不行？是 MBA 应该跟 professor 一样要求。而且我觉得，不管他是实习生或者他是正职的身份，就是一个人去决定放管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权力过重。我以保险来说，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能够核保嘛，应该是会有经过一个业务员，那业务员可能收集完你所有的资料之后嘛，然后会进。决定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过，然后第三关就是，如果今天医生觉得他可以过之后，第三关就是核保科学他能过。那我觉得以放管这种大的事情而言，我觉得他本来就应该要经过过程中很多道关卡，不是一个人。可是他好像是没有决定的权利，他只是买评估把资料带回去他交接。哦，给他的，给他跟他讲说，我建议怎么做。对啊，对啊。所以如果建议的权利呢，你觉得这样可以？是可以。他如果建议提供只有这样子的话，那剩下就是看公司内部要怎么回复。好，来，那我就要问第四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你是听这个的话，你要怎么样告诉你的决定跟爸爸讲？首先，你的决定是什么？其二，你要怎么跟爸爸讲？你想象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过翁爸翁妈的 case 哦，爸爸跟你是像那样子的关系哦。我选哪边？我选。你要怎么跟爸？你会你的决定是什么？会怎么样？OK，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怎么做。好，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角色来看看，另外一个人就是 A 了，你要怎么跟你的上司做报告？我来问一下。说你们的服务当中是你们的产品当中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第二个，东西并没有经过国家有限公司认证就销售的话，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我们公司不大能够，不大希望我们的客户是从事违法交易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们开始来跟我们的单位，我们的 TFC 这个单位去申请合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申请到合法的这个所有销售认证这个部分。只要你愿意开始做这两件事情的话，那么就算达成了条件之一，我们可以开始给你这样子的代码，这叫做一。条件二，除了这个代码部分之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是来自于说是，因为就你们现在的操作的方式来讲，你们都会让你的谷物去跟这些牛粪之类的东西碰在一起，这样真的很危险。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 food body mat， 就是那种垫子。那这种垫子来讲，在我们西方来讲的时候，它是一种常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额外的帮助你们找到这样的东西，让你们把它给你借给你们这些所有的农场。请你的协议厂商在他们做打谷物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垫子铺在下面，来避免掉任何可能的这种感染的部分。而这个所谓的垫子的钱，这个部分来讲，由我们基金来出这个钱，然后第三个，并且在所谓的一个在我们贷款给你在钱还没有还清楚、还过来之前呢，你们必须要随时随地的每按季来跟我们做报告，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做了哪些合作，做了哪些事情，是否真的介入引用到像这些东西去帮助我们降低掉后来产品感染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以及说你们申请这些所谓的认证的部分到了什么地方了，是不是有真的在申请，而不是随便跟我敷衍这样子说。好，这是到后来的时候编递给这个轰爸轰妈的建议。好，问题又回来了，你是轰爸轰妈，听完了这个建议之后，你会说good good， 你会说很好，你是会觉得这个建议很烂，或者你会不会接受 Pintig 出来的修正条件？会接受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会接受的人，不会接受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人不会接受 ？Good， 太好了，来，不会接受的人可以分享一下什么不会接受。觉得不幸福，对，我也觉得这样。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除了剥削品都在这样做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你一个小猫，哎，我是 MBA 耶。但是你的实际经验没有我钱嘛？可是我是 MBA 耶。经验比较多啊。可是我是 MBA 耶。MBA 没有，MBA 是比较了不起。好。
所以到了最后风暴风暴他一个拒绝，另外就想到了找钱来做把这个团队单子做，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好，这里面来讲其实有两个，但是我会想让各位带走。第一个事情是说，你要注意到一下所谓的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一个身份当中，你跟客户当中应有的一个关系的界限。关系有两种，一种叫做 professional 的关系，另外一种叫做 private 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为了去达成 professional 的一些交易往来的顺利，我会希望能够更建立起一些这个很有趣的关系。但请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当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就容易去不认，让你跟 professional 关系之间变成了更加的一个模糊，更加容易造成角色的困难。所以也一直在很多的行业当中，会刻意的去规避掉这些私人的关系跟 professional 关系的一个界限。典型的概念像什么呢？像在医学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一般开药的时候或许还好，比如像我小孩子生的病，就是我认识很多医师，他们都是小孩子生病，不管他是什么科的，从来不会看小儿科，都自己随便开一个安眠给他吃，这样吃就算了。但是，如果先动手术的话，那很抱歉，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医师，他会愿意帮自己的亲人动手术。为什么？他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变好，一定都希望。但是他要把这两关系切开来，才会让事情可以被完整的可以在最专业的情形之下被执行掉。他宁可做出这样的东西。那第二个黑的我也其实针对各位未来的专美 BA 的学生的，我都会酸，稍微酸说你们什么中山什么台政三什么前三 MBA 之类的，就酸你们这个东西。但是呢，另外一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得承认到一件事情哦，你念 MBA 的时候，事实上你在业界里面的时候，你的确一般的。你会享受到一些所谓的，就是像什么 fast track 这样的领域，所以例如像说银行真很 A 的时候，通常来讲针对的是你这群 MBA 的学生过来。可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当你今天换成 MBA 的身份出去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碰到的题，就像刚才 Pentico 跟那个爸爸这样讲的时候碰到的题。我在这边我种这些米开这些工厂开了几十年了，你什么身份？你怎么这样子的过来讲？我还记得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责任是到各个事业部里面，跟那个事业部的协议讲说，你们要开始做那个什么年轻的年度营运计划书，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的部门一群人就在做这个事情，就赶快找那个协议，然后呢，那个同事赶快找协议，那协议羞辱我一顿。羞辱的词就是你们这群死小毛头，塑料面出来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弄他？我再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同事就很生气的跑过来说，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运气发出的重要性，就把我赶回来了，还侮辱我说我什么都不懂，然后就用回了冲突。而事实上，作为一个 MBA 来讲，说你未来的确你有可能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哦，在下一个案当中有遇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想利用这个机会当中讲一下。在心态上面，你要小心一件事情，是说没有做 MBA 本是一个代表说你有些发展税的一些潜力的，但是你的确有可能在未来职场上面会碰到有一些我们术语上面所讲的 incumbent 的这些人当中，他们的一些实力，那么你可能就要走高桥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可以顺利的让你跟他们沟通，以便把事情达成这个部分。那么至于该怎么做，看各位的一些功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到45分待会上课之前。